亲友团台下较劲，激烈程度更胜参赛选手。今天是谁找你来的？我的同学啊，这个罗继峰。哎，就我没有拿到10万，请你帮我拿回来。我介绍了三个人，他是第三个，前面两个也没拿到。前面两个介绍都没拿到，那这个也拿不到。请锁定今天晚间10点，超市金头脑。